玛雅苏比又称作战记、凯旋记或是敌手记，是邹族年度的重要祭典。举行的地点在邹族男子的集会所库巴。库巴的入口面向东方，且搭有木梯供人上下。屋脊两侧种有木胡兰，是邹族人的神花。一旁的雀榕则是通达天神的神树。库巴不仅是举行战祭的神圣场所，也是训练邹族勇士的教室，更是传承传统文化和商议部落大事的重要地点。而举行玛雅苏比祭典的目的，就在于向天神祈求勇士的战力，庇佑族人，并砥砺族人的士气。而今狩猎和征战虽然已非邹族人的生活重心，然而玛雅苏比仍然是邹族人维系部落伦理和传承文化的重心。邹族每年的另一项盛事就是梅佛纳，就是生命奏祭。这是邹族部落的集团结婚仪式，活动相当热闹温馨。邹族的长老们向自然学习，效法生命豆坚韧的生命力，以生命豆作为传统婚礼的象征，意味着部落里星火不断。活动中包含了传统报户口、成年礼仪式、提亲、抢婚以及传统的邹族婚礼仪式，借由种种节庆活动将邹族传统生命礼俗保存下来，意义相当深远。Oh, my God.